跑吧，有跑得更远的台铃长续航电动车，网络总冠名。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主持人杰尼。大家好，欢迎收看《跑男来了》，我是杰尼。本周的奔跑吧堪称是个大制作，我们邀请到了400位的素人嘉宾，一起进行了一场青春歌会。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送上了我们独家的幕后花絮，我们会来一场现场直击，马上来看。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现在开始。预备节，2345678，2235678，3234567八，4234567，伸展运动，都是很爱笑的。然后我们第一个就是游戏的内容叫做憋笑挑战。不行，这个是我最不行。不行，那就他来了。但是为什么现在我觉得我很厉害？我现在真的很。那你们俩来 PK。我连别人看就是对视3秒钟我都会不行。那你给我对视呢？我不行的。你在笑了。然后这个的规则是我们需要每个人先喝满一口水。喝满。行，你们完蛋了。刚好渴了。完蛋了。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喝满饱饱的一口，在嘴里含着，然后我给大家播放我们的。我肯定不行。好，要喝满哦。视频憋笑挑战赛。
我刚才包的太满了，真的是。等一下，重新开始，来开始开始。嗯。哎，看爸爸，爸爸给你表演吐泡泡，你看爸爸，看爸爸的嘴。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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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不是最好笑，最搞笑是他们喷水喷出来那个声音，他们是最搞笑的。他喷到我的脸上了，那个是最好笑的。这个视频他可能平时看没有那么好笑，对。但你包了水之后，告诉你不想笑，对。面对面必须要挑战赛，张佳媛，你很厉害，很能忍哦，那就接受一下其他成员的对视挑战吧。如果你还能坚持不上，那你就是团队当中名副其实的憋笑大王了。来吧。不是，家人的笑脸很奇怪，他笑点怎么办？对视他绝对不会。对。家人喝了好满啊，再都怕了，他说怕把水喷泉喷在脸上。Ready go。瑞的那个，来刘宇，刘宇，去，哎，刘宇都不用干扰，他已经快喷了。对啊，好，Lady Go， 来开始，三二，刘宇啊，我炸死你，站着太强了。近一点，近一点，再近，再近一点，再近，再近一点，再近一点。恭喜张震岳，恭喜张震岳，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可贺，可以可以，一来获胜啊，厉害厉害厉害！
真的被柠檬糖笑了，他柠檬糖讲。柠檬真的菜啊！传声筒游戏，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呢，因为来到的是贵阳，是博远的老家。然后我们听说啊，也是一个国际的团体，所以呢，来到贵阳必须要学习一下贵阳话。行。那学贵阳话呢，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要进行一个传声筒的游戏。博远站在最后一个。好。我们传送的时候就说大声点，让他听得到啊。可以。哦。你们要戴上耳机啊。啊。是吗？耶。戴耳机啊。好，爸爸来了。我们先把戴上。我OK。我先摘。好。慢慢来。一起看世界，对不对，鬼？好，慢慢来。阿哥娃儿耍拖鞋都怪噜噜的。阿哥娃儿。阿哥娃儿耍拖鞋都怪噜噜的。阿哥娃儿，对不起，阿哥娃儿耍拖鞋都怪噜噜的。没了。阿哥娃儿。OK， 然后 OK。阿哥娃儿，娃儿，你把耳机摘了，摘了。我可以摘掉吗？摘掉啊 ，OK。阿古娃儿，阿古娃儿，傻偷，傻偷，阿古鬼驴。哎，阿古娃儿傻偷，阿古鬼驴。哎，阿古娃儿，阿古娃儿，傻偷，傻偷，傻的偷，傻偷。海古鬼驴，海古鬼驴。对啊，阿古娃儿，然后傻偷，阿古娃儿傻偷，海古鬼驴，海古鬼驴啊。阿古娃儿傻头，海古龟龟，阿古娃儿傻头，海古龟龟。OK OK， 对的。我阿古娃，阿古娃，确定是中文吗？是啊，阿古娃，阿古娃，傻头，傻头，阿古娃傻头。哈哈突突噜，哈突突噜，阿古娃傻头，阿突突噜。你确定是吧？等一下，应该这样的感觉。阿瓜傻头，阿嘟嘟噜，阿嘟嘟噜，阿瓜傻头，阿哈哈，嘟嘟噜，嘟嘟噜，这样，嘟嘟。说，阿瓜啊，听起来是英文这个。阿瓜，阿瓜傻头，听起来不对。我也觉得。阿瓜，但是没关系，我们就说哎，阿瓜，阿瓜啊，傻头，傻头，哈嘟嘟噜，还有哈嘟嘟噜，哈嘟，这才八十大语吗？这个。I feel like it's a new language。阿瓜傻头，哈嘟嘟噜，对，过去。我听歌吧，感觉不太成功。我先跟你说 ，sorry， 这个对，阿瓜，阿瓜，下头，下头，哈突突噜，你在说夏威夷话吗？不，我也觉得很像，阿瓜，阿瓜，下头，下头，哈突突噜，哈突突噜，来，我们直接我们名牌，然后走吧。阿瓜，下头，哈突突噜。首先这几个字在普通话里面就没有是什么他说什么阿古尔傻头阿瓜傻头海什么海然后就什么就绿绿绿绿绿绿绿海是吧海是这个吗斜的意思吗可能是吧你应该知道吧你能提示一下有没有海这个字有有有是吧你看
孩子一些。这么难吗？不氧化。对，洒脱这个词没有吗？洒脱，没有。他能不能改一个音呢？就是比如说沙头，沙头，洗头，洗头，舌头吗？啊，舌头。要不咱猜猜呢？这个他这个话没有什么逻辑性，没关系，我们就要这个效果。咱们玩，我们玩，你是个傻头，你是个傻头，你的鞋子不好看啊。这直接骂人了呗。这直接骂人了呗。我猜不出来。那我放给你听一下。阿哥玩傻头还是怪噜噜的。阿哥，你那等一下，你再放一下鞋子我猜对了，就是、鞋子我猜对了。阿古尔洒脱海都怪噜噜。阿古尔，说实话，这句话后半句四个字海怪噜噜和前面句阿古尔洒脱海没有什么连接性。对，他说那个小孩穿的拖鞋看起来非常可爱呢。这句话的逻辑就有点问题了。其实我觉得还是我听的。短一点，对，短一点的。啊，加油加油。好。简单一点。你确认没来过河谷？那个老师。你确认没来过河谷？你抽子没？你确认没来过河谷？你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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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谷？是什么古老的声音？河谷，你抽子没来过河谷？你抽子没来过河谷？你抽子没来过河谷？你听我，你抽子没来过？啊！你抽怎么那么好过？已经开始了，开始了。OK， 哎，你抽子，没拉过，没拉过，哈过，哈过。你抽子没拉过哈过，你抽子没拉过哈过。你抽子没拉过哈过，你抽子没拉过哈过。OK。我啊，也不是一个。你抽子。我抽子，你抽子，我抽子，你抽子，你抽子麻辣锅，你抽子麻辣锅，哈锅，哈锅，你抽子麻辣锅，哈锅，哈锅，你抽子麻辣锅，哈锅，你抽子麻辣锅，哈锅，你抽子，你抽子麻辣锅啊，麻辣锅，麻辣锅。麻辣锅，你丑色麻辣锅，哈锅，还有哈锅，麻辣锅，哈锅，你问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了吗？差不多其实。你我不你丑色。丑子，麻辣锅，哈姑，哈姑，我都不一定猜得出来。你把关键词猜出来就算你对。麻辣锅，哈姑，哈姑，哈姑，你丑子麻辣锅哈姑。对，就像听起来像韩语。是吧？我也觉得，真的好像。你丑子麻辣锅哈姑。麻辣锅。麻，对。It's tomato. Tomato. 对吗？你瞧这么来过韩国？啊？你瞧这个西红柿好吗？成功传到了西红柿。耶！成功了一个词。哦。但是，我平常不会这么说。啊，你会说什么？你看这毛辣锅行不行？行不行？你看这个毛辣锅行不行？你看这个毛辣锅行不行？对他这个就比较非常的。正，对你瞅这吗？至少我们知道了一个词，就是 Molago， 就是西红柿。好的，那谢谢你们，谢谢，学到了西红柿这个词，拜拜。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我们来看一下成员们在车上都说了哪些悄悄话呢？20到40，20就是你跟你差不多的。对，我的青春其实是李荣浩的。是你跟我俩也差不了几岁呀，你怎么就变成李荣浩了？对呀，你小时候听的不是难道不是李荣浩？我怎么会小时候听李荣浩呢？模特李白。我小时候就是听 SHE。哎，对 ，SHE 啊。SHE。
SHE 都是沙哥看着 SHE 长大的。我那时候青春是热带雨林，月色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那是一个青春，这是我的青春。锁在热带雨林，淋湿的雨林，全身湿淋淋。为什么没有天路啊？那是青春吗？多青春啊！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不会吧？多青春啊！小时候我都听这歌，真的假的？原来零零后的青春是天路，我妈老唱那时候。我觉得我的青春是 Beyond。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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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哥有没有可能那首歌超过了20到40的青春 ？Beyond 超过20到40了吗？超过了，超过了。20岁都不一定知道他们。不至于吧？那这不一定。那我的青春是叱咤风云，叱咤风云，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的那谁梦到我，叱咤风云，我的山，等我的光辉，这束黑色的眼光的野狼，噔噔噔噔噔噔。我觉得他头发剪的时候，真的感觉他是像一个光头。你又短了吗？刚剃。你知道每次吹这个短发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吗？就是他的那个头会变小一圈。对，所以看起来很好玩，你知道吗？猕猴桃，猕猴桃，你里面红色的头皮就看着。这种颜色的猕猴桃要比绿的那个贵一点。甜，对，贵一点点。主要是什么？那种猕猴桃里面是红色的嘛？米卡卸完妆，脸也是红色。红色的猕猴桃，现在很红。他现在也脸红了。白的老师说，我们在游戏里面有机会去猜到说这些歌曲真实的顺序，所以说是有线索，有线索，有线索。哎，我们要不要找到车上有没有线索？这儿算游戏的一环吗？哎，别说，不一定哦。哎，这里不会有线索，会不会有线索？线索。线索。劝大家今天保护好嗓子，到了演唱会你们嗓子要废掉。你们现在在看的就是我们 Into One 最后的倒计时，七天。我永远都不跟你 say goodbye。不是，这首歌每一次都没人跟你。没有，是我们想看的表演。对，你再来一遍，我们一起唱。我永远。呀呀呀！这个灯，哇，这个灯好有感觉。快点，我们一起唱一首。毕业了，打个边光，唱。我永远都不跟你 say goodbye， 在这次天亮小小的精彩。离开，我们不要伤感，不要遗憾，到这夜愉快。我虽然从不喜欢 say goodbye， 但结束代表辛苦是现在。就算失去各自的未来，在下一站的乐园说声嗨。阿木西，我只想问一点，就是。同样都是男团，怎么出场方式差这么多呢？我们哎，人家是那个哇，然后每个人这样，我们这哎，我们比较狼狈了。这区别对待有点太过分了。不，你要那么出场，气质也不符，也不符合。这个符合，我不信。来一个，给我们来一个。可以，来一个，来我们靠边，来一个，来。
我跑男团也要求要来一个这个。来吧，来，来嘛。真的、啊？不行啊！真假的？满足大家。把刚才那个片头再放一遍啊。就那个班儿，就有 Into One 的那个刚才那个开场的那个，自取其辱，自取其辱。深深，深深，你在这边，一会儿我拉你，他有一个人不是那样的吗？啊，我在这儿，我拉你，对对对对，啊好，你像那个，有那个队形吗？有，好好好好，那我来，我来，啥时候来？拉我呀，能拉得动我吗？有请知名团体，奔跑吧兄弟团。光啊！走走！哇！哎，没到点儿呢。哇！回来了，走过。在这儿呢。哇！帅帅帅！哇！华彩华彩，怎么样？感谢 Into One， 让跑男团有了有史以来最华丽的一次出场。感谢感谢。本来就挺逊的了，现在好像更逊了。别说实话。天哪，好玩哎！啊，紧张！进攻队撕名牌的时候，搜索队是不能还手的，是的。啊，搜索队只能跑。对，来啊！今天不问沙哥，今天不问沙哥。如果人和人互撕，被撕的人淘汰。啊，如果镜中人和镜中人互撕，撕人的这个镜中人淘汰。明白了。啥意思呀？为什么每一次我都一遍就能听明白导演的游戏规则呢？你想多了，我什么都不问。人和人互撕，谁淘汰？赢被撕的那个输了的人淘汰啊。镜中人跟镜中人互撕，谁淘汰？撕人家的那个镜中人淘汰。人和镜中人互撕，这会怎么样？身份互换。哇！说规则时要认认真真听，全身心的投入的得听，因为平时的沙哥是听不懂的，今天的沙哥听懂了，所以他是竞争沙。哦，竞争沙。对面的女人，你这张脸太恐怖了，真的。今天不问沙哥，赞多，你听懂了吗？啊，一点。带一下啊，可以盯着了，盯着了。小曲库上线了。爬起来就好低呀！奔奔跑。喂喂喂喂！春天的花，春天的花，带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叶。两横排，快点来。我们前后稍微再开一点。然后你们坐姿什么的都可以轻松一点，就是好看一点，帅一点。好。团队的之间可以互动，你愿意和我互动一下吗？一点都不愿意。我们先来音乐放一遍，来准备。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丢掉废纸，说人是雨。别往那个调上去了，低一点吧。这一天一年，总都是匆匆忙忙。怎么那么像二人转？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乡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
雪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班主任醒来，想被命运叫醒了。这是你不能就要问一下。当我曾经是这个结尾也太考验我们的音乐能力了吧，垮掉了，垮掉了，200个人看我们，400个人看我们，垮掉，那是有点太不熟了。你上来就有些时候你就高八度，你就高八度，有些时候对呀、啊必经的事咋唱？说是人生必经的事，也可以。你卡在应该是什么？这样说是人生必经的事，但你这样也可以。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对，但你刚那样卡进去也可以的。哎，第一个你再帮我带一下，我还是不行。可天真，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有说一个字。这怎么唱？这怎么唱？哪个？当我和世界初相见，当我曾经是少年。我又不会了，必经的事咋唱？由周深带领205位一起演唱《你曾是少年》啊。江湖万里生，这句话怎么唱、啊？深深，这下一句应该怎么唱啊？这个深深，我又不会了，再帮我带一下，我还是不行。啊？对，四盘。第一个拉算一。啦啦啦，应该是吧？对，是 OK， 那就按四拍进。OK。各位，我们记一下那个调度。我们走到前面是变成两横排，然后我们最后的一句话不是一直你们啦啦啦吗？啦啦的时候变成一横排，跟这边的观众互动，然后还可以跟对面的观众互动。Outro 的 ending 我们要冲这边。好的。好嘞，辛苦老师们，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我们再试一次吧，来吧，来吧，来吧。许多年前，我总是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相信爱会永恒，相信没有陌生人。老师，最后那三个怎么进啊？然后看两排的。1、2、3、4、5、6、7、8。当我曾经是少年，又是八排。不是，十二排。这么难进的，我甚至怀疑我是歌手吗？我觉得这样，最后那个就是周深自己 solo 就可以了。不要，没事，我也要靠熟，陈哥，那个进不来。你主要是安排好笙歌就行，笙歌能唱好都能唱好，笙歌唱不好都完蛋。我不管了，我自己那个 lay back。第一个是237号哦，我们第一排穿红衣服的这位。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音乐学院的学生，我叫涂艺昕。哎呦，那专业的。你觉得你刚才唱的怎么样呢？我音乐水平不是太高，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音乐的、啊、你代表的可是咱们音乐学院，你重新再说一遍。非
非常好。一听你这个嗓音就非常对，特别的亮。你是平时是练什么曲风的？就是我是练开放曲风的。开放曲风，你可以给我们亮一嗓子你最擅长的。好好听啊。好呀，好好好。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你是故意的，我觉得有点故意的。妹妹，我想问一下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哦，我学舞蹈的。人家是音乐系舞蹈专业的，下次重点早点说嘛。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会放他声音吗？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一人你是个 rapper， 这莫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棒，谢谢。谢谢你。其实妹妹的性格是非常好的，很可爱，非常可爱。106位，哎，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叫钟新生，我是来自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研究生。我唱歌的话比较有特色，就是比较五音不全。哦，没关系，没关系。那你想听自己的声音吗？或许可以听一下吧。听一下，听一下。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这终究是一阵烟。没事，满分是十分，你说超过十分是另一种感觉。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算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哇，很稳，哎，唱得好稳。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大声的、大胆的、有自信的唱出来，因为我们的青春歌会就是要够自信，我们要来一场全民的 K 歌。而且你们要知道，今天一定是你一生当中最青春的一天，为什么不放声唱出来呢？精彩继续，不要走开，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等着您呢。掌握世界，心过风暴，眼里火焰跳动，踏过万里，经过长空，山巅陆地，叱咤风。背对孤独，那我再干杯。云烟共舞，度过天黑。脚步动就发了，翅膀学会飞了，时间到未来了。心跳击在每一个节拍，坚定着不惧怕。天空撕开银色的未来。骑上流星，潜入深海，找一个答案。做什么梦才算不猖狂？ The way we go， 现在接受。中说过的伤留在平行时空，时空。追过的人，骂过的人，软弱些别颤抖。剩下一个文明变迁，跟爹告别了我的话，还去跟疯狂的世界。去跟父母的明天探险。去跟他的临界点重建。不会记在每一次节拍，证明着不惧怕遗憾。天空撕开陀螺的回来。骑上流星，潜入深海，找一个答案。做什么梦才算不猖狂？ The way we go， 现在接受。
青春歌会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但是我们的青春正进行。好了，大家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跑男来了，每周五晚也要继续关注我们的奔跑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